在这些规定之下，把这个可能性做到最大，然后希望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可以尽兴。那你们开放厕所啊，什么洗手的方面？这是当然了，这个就是对，这个民众都可以随时去使用，都可以使用。哎，对，包括饮水都有。当然了。当天卫武营还有活动，在里面有一些体验的工作。对，其实市民朋友如果在外面热了，也可以进到我们卫武营里面亲近艺术，吹冷气。那要先买票啊，进不去啊。那个是要进到里面去看表演，看表演。但是这些公那个叫什么，就是公开的这些区域，对，那个、都是开放的，应该可以进去啊。是。哦，那很棒啊。